Hi, I'm Sue Brown from New Orleans, Louisiana. So stopped and created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at is called TREE, Teaching Responsible Earth Education, TREE. And that's our organization in New Orleans. We do four different earth education programs written by the Institute for Earth Education. So earth education has a philosophy of head, knowing, so there's lots of science knowledge that's going on. Solid science, really important science, in a very fun way to do it. After that, you know about the planet, so then the next one is caring about the planet, the heart piece, head, heart. We served, I think it was about 2,000 students last year. I am so impressed that Taiwan is doing this, and it's wonderful now to have another place, a sister organization that's doing much of the same thing.跟大家说一个秘密哦，我们这里有地球守护者培训的营队，就是我们有拿到一个彩虹的碎片，然后我们就去对这里的大自然看有没有跟这个一样的颜色，这是我觉得最好玩的。今天我来到这里，觉得我学习到很多东西，比如水为例、土为例、空气为例等等。我最喜欢这里的项目就是神奇之地，因为在这里可以让我的心情舒缓点。如果我在家里的话心情不太好，我就可以做那个神奇之地这个方法。我在这里也学到了地球和所有东西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吞噬阳光者是植物，吞噬植物者是动物，吞噬动物者还是动物。因为我们现在的孩子呢，都沉浸在就是电子啊、电脑方面的游戏，很少有跟户外接触的机会。那所以呢，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亲近地球的体验活动。非常精密的设计啊，让孩子们成为主动的学习者。我最喜欢的一个课程就是 M 的日记。那在 M 的日记里面呢，他记录了好多他喜欢的地方哦。然后我们就跟随他的足迹到他喜欢的地方去探险。每一个地方呢，都有很特别的活动等待我们去体验哦。对一个地球守护者来说，知识是很重要的。我在这个营队中负责的部分是微粒小径，其实它工程十分的浩大。每次活动结束完，看到小孩子他们要去上厕所的时候，会说：“哎，让我们来进行一个水循环吧，或者我要去水循环咯。”然后要吃东西的时候，他们也会说：“我们要去咀嚼咯，然后我们要去做土循环咯。”听到他们使用的这些字词，就会觉得说，哎，其实他们真的是有吸收到一些，有听进去我们想要表达的一些概念、一些东西，所以也会让我对于这样的教案的设计会更有信心。我很重视孩子在营队里面的体验跟成长，我会很推荐这个营队，因为它是用沉浸式的方式让孩子进入另外一个世界。那里面的工作团队非常用心在对待孩子以及课程的细节，所以我会很推荐这个营队。我希望这个营队有30天，因为很好玩。在过程中我感受到孩子对体验的感受是很深的。害羞的孩子呢，到第三天今天他也愿意上来分享他一些感受，所以很推荐4年级升5年级或是6年级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营队。孩子在过程中他会感受到其实我们人跟环境的关联，就好像他在学校跟同学的关联是一样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地球教育是一种沉浸式的环境教育课程，
孩子们会这么爱地球守护者营队，除了我们丰富的活动内容外，我们运用每个孩子完成任务就会得到一把钥匙，并得以打开神秘的箱子的设计，我们称之为 KEYS KEYS 的设计，完全能勾起孩子们的好奇心，并能让他们百分百的沉浸投入我们的引导里。Come with us, join with us. That's joining with SOW and joining with us in New Orleans at Tree. You're always welcome. But come protect this amazing planet that's here. Get out there and see it and enjoy every bit of the journey.我们荒野清水湖教育基地花费了5年的时间，和美国的地球教育协会合作，引进适合小学生的 Earth Keepers 地球守护者，以及国中生的 Sunship 3 太阳船三号营队。这两套地球教育的课程在台湾及亚洲都是首次引进。我想问大家，想不想喝孔子喝过的水，或是吸秦始皇吸过的空气？如果你有一点好奇的话呢，欢迎来荒野清水湖地球守护者培训中心。我们是地球守护者。